我想我应该不是追求美丽这件事，因为美丽我觉得太浮华，对我来讲应该是我想要把它做成什么，我想要把它做成在我心目中的极致这样。什么叫做极致？应该从内到外。我说韩国商品被包装以后，加上韩国明星代言，感觉上它比台湾的价值要高很多。那我就在想，那台湾除了内在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外在也可以跟别的国家媲美？选择面膜这件事，只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台湾善有的商品跟发展。台湾的水很美，台湾的人情跟味道，台湾的植物，台湾的农业，我运用台湾的设计师在台湾的创意这件事情发挥在这里，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在地，结合文创，结合农业，结合台湾有很有能力的在修补皮肤的医疗这件事情，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来把台湾本土的这个优质的好东西来被做，所以我里面在包装上面，在验菌上面，在一般可以提供人家消费者这件事的安全，我们更加强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做成九层履带的厚度，甚至 SGS 的验菌配置，敷脸的效果要比一般期待中的要更优，因为我们从里到外都彻底的想了一遍。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一块里面取得到一件事，我们有机会做世界级的产品。